去年借你的十万，还你了啊！走啊，这边查得走啊？没空。切，哥，这谁呀、啊？借钱的时候跟个孙子一样，这还钱的时候跟个爷似的。兄弟，你不懂，他呀就那样。哥，你说这么多钱，借老弟两万，没事吧？海总，刚才我们老板走得太着急，这是给嫂子带来的古龙香风皂，来，尝一下。你看我的兄弟，每次过节都给我老婆买礼物，来，你看看，试一下。好，我去洗一下。专为男性肌肤打造的，像平时爱出油、爱出汗、身上有异味，都可以用它洗脸、洗澡、洗头，一皂多用。洗完之后清清爽爽，一点都不干涩、不紧绷，身上还有股淡淡的古龙香水味呢。老公，这个洗完之后呀，冰冰凉凉的，闻起来呀，还有股淡淡的清香，你闻一下。嗯，还真是，一会儿我也试一下。这个贵不贵呀、啊？海总，这个不贵的，这一块啊只要6.9元，还送一个发泡网，派5元更划算，还给大家做包邮。哦，对了，老板已经把饭店订好了，待会儿你不用带嫂子了，我亲自来接你。哥，对这种人吃饭，狗都不去。你怎么说话呢？那可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嫂子，你看我哥，我是你亲弟呢，我是比他少条胳膊还是少条腿啊？胳膊肘往外拐。不是少了，是多了。你数数，这做人呢，不是看他说了多少，而是看他做了多少。